个好球带的球路啊，都应该上看台吗？哎，接到了，接到了，我就在休息室。这是不过因为陈庸基掉进休息室，对，那基本上保子要到保送到二垒，是，但是出局是算的，对，但是因为陈庸基接球之后人踩到了休息室里面了，那当然这个因为攸关得点圈，所以林月平教练一定会问上来了解哈。我这个是规则啊，是这个没有办法的哦，就是接到没有问题啦，但是就是看你接完以后的人在哪边，就是在休息室手伸出去哦，但是他人进去了，这个 hold 不回来的，这一棒接住了，这一踩还是出局，这什么状况啊？阿银其实打的是很强哦，但是刚刚陈庸基等于他连着两天呢都有这种魔幻手背啊，虽然这不是第一拍接到哎，这个球没有落地哈，那还是变成了双杀。那这个第一个球没有接到，你看到陈静还停了一下，看到他球好像没有接好，这今天停了一下，个少见的状况，然后再回来，对，他要补救的时候还脚刚好踩在垒包上，